memories, left hand side.因为其实最佳影片这几部都很爱，然后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风格，确实是很有难度的，是心里在滴血的情况下投了那一票，因为都很爱。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呀？怎么样才标准吗？其实非常的，我觉得很，它不是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可以来形容的吧，因为电影语言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件事情，对。 左边，左边。 很开心，你娘可以在那么多地方得到大家的喜爱跟共鸣，其实很替侯导开心。今天有信心吗？就真的想到底是你信心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最主要是电影有得到人家认同嘛。对。 还好吧，他应该蛮有钱的。对，还好。不要负担心。对，不，他对那个是他们，我觉得是大人在聊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还可以演一下小孩这样。那你的电影为什么受伤？不知道，因为导演其实还没有决定，然后我们都还在剪，现在还在法国剪片，所以都还没有一定。 对对对。